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到南部視察的時候被人掌掴，涉事的男人正是被扣查。網上片段見到馬克龍向圍欄後的民眾打招呼的時候，一個男人拉住他一隻手再刮了他一巴，身後的保安隨即一擁而上，當局拘捕兩個人。涉嫌掌掴馬克龍的男人要接受憲兵查問。馬克龍當時在南部德隆省同當地餐廳老闆同學生見面，討論疫後的生活。